从生活当中呢可以发现爱。那我们今年的春季路跑的时间呢是在5月24号星期天，地点呢是在高雄的梦时代来举办哦。那这一季呢，我们的创世基金会所举办的公益路跑的活动所得呢，将全数呢帮助屏东植物人安养院来做建院哦。那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路跑的路线啊，称之为熊水路线。哇，大家一定想说什么是熊水路线呢？首先呢，我们呢不仅呢会经过我们目前呢所在地，就是这个博二的自行车道之外呢，我们一路呢向前跑呢，会跑到我们柴山的这个市井路线。那再沿着这个柴山的路线呢，下来到我们西子湾，来看到美丽的海景。那这么美丽的这个路跑的路线呢，也只有在2015 Run to Love 的春季路跑呢，来为大家呢完整的呈现以及感受哦。那在这一次的记者会当中呢，我们更邀请到一位神秘的嘉宾。那这位神秘的嘉宾呢，就是号称呢叫做亚洲最会跑的女人。她呢，其实呢，在2008年的这个法国马拉松的比赛啊，因为呢他的脚呢长了这个水泡，然后引起败血症的截肢哦。但是呢这一场马拉松呢所造成的这个截肢的震撼弹呢，没有击败他，反而让我们的超马妈妈呢变得更乐观的去面对哦。那我们呢是不是要借用现场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我们志工同学呢热情的掌声呢，来欢迎我们的神秘嘉宾超马妈妈邱淑蓉，一连串的掌声。好的，那我们呢这一次呢非常荣幸的邀请这个超马妈妈来这个为我们的这个春季路跑 Run to Love 呢来做这个神秘的嘉宾，来为我们这个现身哦。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刚才有提到呢是 Love Your Life 嘛，就是珍惜自己，爱自己哦。那我想要请问一下超马妈妈啊，就是平常呢你是呢用什么样的这个行动呢来表现呢你最爱的这个运动，就是这个路跑的这个活动。那我们呢来请这个超马妈妈呢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好，大家好，我是超马妈妈。虽然我现在已经失去我的双腿，再也不能跑步，但是呢这么热爱运动的我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罢休，所以呢我现在就以我这部的三轮车代替我的双腿，然后继续跑在我们这条看不见的跑道上，继续去追逐我下一段的人生。就是我还是以我这个三轮车来运动。对，哇，我们超马妈的这个分享真的很棒哦。因为呢她坚持呢就是用三轮车，然后来继续呢实现呢她这个热爱路跑的这种感觉。那我相信呢超马妈妈呢一定呢是在每一场的路跑当中呢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嘛，所以呢她才可以这么持续的坚持下去哦。那当然呢我们呢可以利用呢我们自己一分小小的力量呢来往前跑。那每跑的一步呢，在这一次的公益路跑呢，就是为我们屏东植物人安养院呢来个建院经费来做筹款哦，所以呢其实也是相当的有意义啊，是不是呢？好，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呢要欢迎我们超马妈妈呢，要麻烦一下我们将手中的这个小太阳，大家准备的这个小太阳呢来交给我们的植物人的家属，还有我们的这个跑者以及学生们，然后呢来用这个象征的希望阳光以及象征勇气的小太阳呢，可以请我们超马妈妈呢来这个颁证呢，给我们的这个跑者，还有我们的这个植物人的家属。好啦，一人一个，我们待会要拿着这个往前跑哦。好的，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超马妈妈呢所这个拿的这个小太阳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象征路跑。然后呢，小太阳呢其实也代表着我们的勇气以及我们的希望。所以看到太阳呢，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是不是就非常的有活力而且活泼呢？是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这个记者会呢非常重要的一刻，因为我们即将呢要这个鸣枪起跑咯，所以呢我们可能要请各位媒体记者呢，我们呢稍可能要旁边一点点，然后我们呢超马妈妈呢要带领着我们的这个志工以及我们植物人家属以及我们所有呢有参加我们这一次路跑的跑者呢，要一起迈向终点咯。好的，好，我们请呢后面呢拿着看板的这个同学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牌子呢举高一点，因为我们自己的朋友呢希望呢可以把这个牌子上面的一次
记路跑 Run to Learn 的这个开跑仪式哦。好，那我们倒数，各位，我想听到你们先做一个倒数，三二一，你就鸣枪起好了，好吗？哎，对。好，我们倒数三二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呢要请到我们高雄创世的这个院长，给我们超马妈妈的这个奖杯。那我们各位媒体朋友，可以用这个时间来拍照哦，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时间呐。然后面的同学要微笑，把我们的太阳举高，好。我把握机会哦，赶快的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跟我们这个。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生命真的很可贵，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惜生命。那如果我们自己有爱惜自己生命以后，如果还有别的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份爱传出去，要把爱传下去，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那刚好举办，我觉得创世纪基金会，他举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可以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运动，健康自己，然后也有余力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非常有意义的路跑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报名参加，谢谢。那我看你们在新闻稿里面也写到说要支持屏东的那个植物人这方面，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植物人安养院，对啊，对啊，从创世纪来讲吧，那个，请阿长，对，那这个问题请阿长来，阿长讲，对，谢谢各位那个媒体朋友们，因为在我们南部地区其实有很多植物人家庭，那目前在创世呢，就是有我们高雄跟屏东的植物人安养院，那目前都是满床的状态，那所以呢有很多的植物人的家庭，他们期待我们的照顾，那所以我们在屏东的归来呢就盖了新的植物人安养院，在屏东归来，那目前在这个预计在明年可以把这个安养院盖好，但是所有的建造经费呢大概需要3.9亿了哈，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那我们已经这近4年来都在为我们这个植物人安养院筹募经费，那目前的缺口呢还有1.9亿，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呢全省透过全省的努力一起来完成这1.9亿的经费，然后让支持我们屏东安养院的建立这样，谢谢。能不能将你们安养院的地址或者你们的这些账号能不能公布一下？地址啊？对啊。目前的地址是在那个归来国小，屏东归来国小的隔壁。对，那因为还没有完，所以没有完整的那个地址。那话拨账号是4187-1061，这是后面是创世基金会。账号是4187-1061，户名是创世基金会。好，谢谢。院长还有什么想要透过这次活动对大家呼吁的吗？我想就是在今年我们 Run to Love 已经是第9届的一个公益路跑赛，那其实也都很感谢我们热爱运动的跑者们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路跑，因为所有的这个公益路跑的经费呢的费用都会作为植物人照顾的一个费用，那这一次每一年我们都很用心的来规划这个路跑路线，那当然今年就是在我们都会峰，就是由我们梦时代做起点，那能够领略到我们高雄市的新湾区台山，那以及我们博二文创特区以及中山大学，就是又有山又有海，那又有都会的风情，那我想这是一个跑者平常很难得可以自己去跑的一个路线啊，那当然在补给的部分也有很多企业啊赛事的共襄盛举，所以也有好吃的点心，那也有各种丰富的这个补给，那所以我们邀请就是热爱运动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 Run to Love 的这个公益路跑的活动，谢谢。好，那我们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没有要跟我们超马妈妈来
访问的。这个活动预计是希望可以有1200位的跑者一起来可以参加，那12000位了哈。那因为目前的距离这个报名的时间大概还剩2个礼拜的时间，但是目前报名的人数大概只有4000多位，所以我们希望呢，透过媒体朋友的帮忙，能够帮我们再呼吁一下，邀请我们热爱运动的这个跑者们呢，或者是全家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那来帮助植物人。那目前我们有分3个主题，就是23.6公里，那以及14公里跟5公里哈，所以就是合家欢，大家也都可以一起来运动，那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谢谢。好，谢谢我们院长哦。好了，我们。哎，大家好哈，我是道宅服务创世道宅服务的家属，我的儿子是重残的，今年已经33岁了，他是极重度的卧床者哈。那这从民国94年创世有道宅服务到我家开始，就是教导我怎么照顾我的孩子，还有圆床泡怎么泡澡的那个技术哈，啊，还有一些疾病，有时候我比较不了解的时候，创世的社工还有医护人员也会到我家去帮忙我。这几年，除了这些医疗的知识以外，还有一些物资，譬如说尿布的捐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然后创世常常举办一些活动哈，我呼吁大家共同的参与，谢谢。